哎，哈喽，大家在主礼 <coughs> 向呃诸位的呃在场的弟兄姊妹、同工、执事，呃以及都在线上一起呃参加呃，上线一起参加这个查经班的弟兄姊妹、传道同工们、执事们，大家平安啊！ 呃，今晚我们继续的查考，呃，约翰福音的第五章哦。今晚我们是看约翰福音五章十九呃到三十节。呃，约翰福音书五章十九到三十这个部分哈，呃、啊，是谈到呃子和父的那个关系哦，子与父的关系。 好，呃，我们曾经都看过这个，呃、哦、约翰福音书的这个鸟瞰的这个分段，哈，呃，当我们进入了第五章的时候，啊，按照，啊，我们，啊，所，啊，要查考的已经是进入了这个第五个的论述，好、哦，第五个的论述，那第五个的论述呢？ 其实是，呃，紧接在五章十七和十八节的那一个，呃，犹太人哈、哦、对主耶稣的那个指控啊、哦呃，我们来先来看五章十七啊，五章十七节，耶稣就对他们说：“我父做事，至到如今我也做事。哦”啊，主耶稣因为说了这句话，哦。 我父做事，至到如今，我也做事，啊，那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如果按照十八节的这个犹太人哦，他们的反应，啊，大家都想要杀耶稣，啊，你看十八节，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，因他不但犯了安息日，并且称神为他的父，将自己和神当着平等。 啊，原来，呃，除了主耶稣在当天的安息日，啊、呃，治好了一个三十八年的一个病人，哈、哦，啊、呃，那主耶稣说了这句话呢，按照十八节的下半节说，啊、呃，他称神为他的父，啊，因为主耶稣说我父做事，我也做事，那就怎么说呢？将自己和神和那个天父，当这是平等的。 啊，所以这一句话呢，按照犹太人的指控，就是说他在妄称神的名，哦，在侮辱啊神的名了哈。所以呃，因为大家都想要杀耶稣嘛哈，因为在十八节说犹太人越发想要杀耶稣，那接下来的十九节，那一直到三十节的这个部分呢，主耶稣就做出了一些答辩了哈。 阐明了他自己的权柄啊，怎么样啊？要人猝死入生，然后他谈到审判的事啊，呃，要表明他是神的本身啊。天父做事，我也做事。主耶稣就借这个机会啊，跟当时的犹太人来去阐明他的那一个跟天父的那个关系。那以后呢，我们在。 如果再下去，在三十一节到四十七节的这个部分，啊，主耶稣就说到有，啊，五个见证，哦，有五个见证，啊，因为要证实主耶稣是真的，啊，和天父的这个关系，那他要有见证人，所以三十一节到四十七节就有那一个，啊，五项的见证了，哈，好，呃，那除了这。一。 部分以外哈，啊、呃，我们都知道，呃，在这个五章的这个十九节开始了哈，按照是十九节开始，今晚我们要进入的，啊、呃，就是进入了主耶稣的第五个论述，哦，主耶稣就在浅明说他跟子跟父的那个关系，啊、哦，那父所做的事，子也会照样做。 哦，那来去阐明这个道理了。好，那这个部分里面哈、哦，呃，我们可以分析一下的，就是有三个关键词。哦，十九节到三十节哈、哦，有三个关键词。那第一个哦，那第一个是在，你看十九节、二十四节、二十五节三次哈，呃，主耶稣说什么呢？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啊，主要是说要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实实在在哈。所以十九节有，然后二十四节在出现，还有二十五节哦也在出现。那在约翰福音书里面的一个特色哈，有一个很特别的特色，就是书中的那个实实在在，啊，实实在在。 为什么呢？因为呃，实实在在这个演义里面呢，叫做阿门啊，实在叫做阿门哈、哦。那实实在在呢，它就是阿门的,、呃就是、的啊，就是说重体的了啊，就是说重复两次的阿门啊。所以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我就说我阿门阿门啊，就是还念两次的。 阿门阿门，啊，那等于说，呃，这个阿门哈、哦，放两次来念的话，比如说有加强的那个语气，所以这是《约翰福音书》里面很特殊的、很特殊的啊呃，在这个书中里面曾经跟大家分享过的，它出现的就是二十五次哦，二十五次，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啊，我有把这个二十五次的那个。 约翰福音书里面的实实在在很多哈、哦，所以你看，啊、呃，约翰福音书里面很多哈，二十五次，一共说了二十五次。那主耶稣会说“实实在在”，阿门，阿 n 那保罗说他要交代的是跟真理有关哦，这是很重要的啊、哦，所以这是约翰福音书里面出现的。因此我们在五章里面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看到。 它出现的在哪里呢？啊，五章是九节，五章二十四节，还有五章的二十五节，所以这一章里面已经出现了三次，我实实在在的啊。所以，比如说这里的论述哦，有很重要的一些道理啊，我们要去了解的。好，过来呢，第二个呢，呃、啊，关键词是在二十五节，大家看哦，二十五节。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死后将到，现在就是了。啊。所以这里说到死后，然后有个死后二十八节，你们不要把这次看作稀奇，死后要到。啊。所以这个部分里面呢，有出现两次死后啊。 那这个二十五节和二十八节的时候是哪一项呢？因为，呃，曾经跟大家分享过的哈，哦《约翰福音书》里面的死后有三种形态。啊、哦，《约翰福音书》里面的时候有三种形态，第一种啊、哦，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资料的时候，第一个形状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凯罗斯啊，凯罗斯，那在七章六节、八节都有的。 这个时候叫凯若是一个契机哦，就是那个机会时机了哈。那第二种呢，就是那个火辣哦，火辣，呃，大家可以看那个呃那个呃里面的这个资料哈、哦，就是说第二个是火辣火辣哈、哦，在这个约翰福音书里面出现很多次，很多次啊、哦，呃，那个。 刚才的五章的呃，那我们刚刚念的那个二十五节哦，二十五节还有那个二十八节的那个时候呢，其实就是这个火辣啊，就是这个火辣啊。什么时候呢？这个时辰或者这个时间啊啊，就说有有一个时间很准的啊，会会来到啊。 那第三种的形态就是那时候，就是那是，哦，就是 chronos、哦、chron 哈 c r o n s 就是一段时期，一段的时间，但是这个不定时的，啊、哦，不定时的，但是它有一个时段，啊、哦，所以这些是在哪里？五章六节啦，七章三十三，十二章三十五，十四章九节都有的，好、哦，好，呃，所以。 五章的二十五节、二十八节那个时候呢，是第二醒的那一种，就是那个火了啊！是神规定啊，有一个时辰，有一个时间会发生的啊，他会在这个时空里面会发生的啊一件事啊。因此，约翰福音书就用这个三种形态来表明啊，主耶稣的救赎的那个事工的时候啊，所以。 五章二十五节、五章二十八节的那个时候呢，是救赎我们得救恩的时候；还有一个是审判的那个时候，啊，有两个啊。等一下我们再进入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很容易来去啊了解了哦。有两个时候，OK。好，第三个关键词呢，大家看十九节，十九节。 耶稣对他们说：“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，唯有看见父所做的，子才能做。父所做的事，子也照样做。啊，有一个关键词，主耶稣说的，自己不能做什么，看到吗？就子自己不能做什么。这个句话呢，在三十节又在重复。我们看三十节。” 我凭自己不能做什么，哦，所以主耶稣在强调这个我不能做什么是什么意思呢？这是主耶稣没有力量，不是，啊，只是说我自己不能做什么，因为为什么呢？他所做的必须要有天赋的那一个旨意，啊，所以他要做的应该就是天赋要做的事。 所以我自己不能做什么，啊，这这要响应什么呢？我们直接说，在教导我们要服从、听从主的旨意啊，主的话啊，哦，有时候我们讲，我我们自己可以做很多东西的，我们可以做这个，我们可以做那个，我们爱做自己喜欢做的，但是呢，呃、啊，我们就没有按照天赋要的做，啊，这个就是这个问题，啊。 但是主耶稣在讲说，我自己不能做什么，因为天赋不要我做，所以他就不做。那主耶稣做的呢，就是天赋要做的，啊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。所以这个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跟天赋的那一个关系啊，这主耶稣怎么样啊，在肉身里面一个人子怎么样给我们看到一种顺服。哦，好的，好了，那接下来我们就从。 十九节到三十节这个部分来去查考哈，我们要把它分为两个部分啊，两个部分。第一个部分呢是五章十九到二十三节，十九节到二十三节是呃，只做事的原则，还有与父的那个关系，啊，这是第一个部分。第二个部分呢是要从二十四节。 啊，一直看到三十节，就是我们要看一下啊，天父要做的事，或者主耶稣也要做的事了啊。所以，呃，我们先看这个第一个部分，十九到二十三节，就是只做事的原则，还有和父的那个关系。我们看十九节到二十三节的顺句哦。哎，十九节，耶稣对他们说。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，唯有看见父所做的，子才能做。父所做的事，子也照样做。二十，父爱子，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指给他看，还要将比这更大的事指给他看，叫你们吸起。二十一节，父怎么样叫死人起来，使他们活着？ 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。二十二节，父不审判什么人，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。二十三，叫人都尊敬子，如同尊敬父一样。不尊敬子的，就是不尊敬差子来的父。好，我们就从这一段来做一些啊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部分。 呃，子和父的那个关系了哈、哦，所以子做事的那个原则是什么样？还有啊、呃，主耶稣跟天父的那个关系，我们这一段啊、哦，可以分两个来去，呃，两个大点哦，来去查考。那第一个呢，是要，呃，我们要从这一段我们可以看到，主耶稣要表明他就是那个子跟天父的那个互动哦，那个互动。 啊，那个原则是什么？哈、啊，然后过来呢，我们要看到说天父有把两件很重要的事交给他，哦、啊，有两件事要交给他做，哦、啊，这是我们从这一部分来去啊了解的。好，先看第一个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啊，这要表明子跟父的那个互动，哦、啊，因为刚才已经有跟大家，啊。 解释嘛，啊十九节开始是要解释什么呢？是要解释五章十七、十八节的那个问题，啊，因为犹太人要杀耶稣，因为他说了一句话：“天赋做事，直到如今，我也做事。”那句话，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十八节就提到说，主耶稣把自己和天赋看成是平等的，啊，简单说。 啊，原理来说，就说主耶稣就是那位天天父啊，哦，他们看到的耶稣是一个人嘛，怎么他是天父，他们不能够接受，他们不能够接受耶稣这样，啊，但是主耶稣就在安息日医好了一个三十八年的病人呢、啊，他做的这个事啊，哦，他做了这个事就是天父要做的事。 那如果天父天上的神不要做的，那怎么主耶稣会做得到呢？所以主耶稣说：“为什么他可以行这神迹呢？因为天父做事直到如今，我也做事。那比如说那个神迹是主耶稣做的，也是天父的。但是问题都犹太人不能够接受，他们没有看到神迹，他们只是看到耶稣的本身，哦，以肉体来去看耶稣，所以。” 呃，主耶稣是从那个神迹哈来去表明他的身份的。好、哦，你看，呃，十九节他就开始说：“耶稣对他们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只凭自己不能做什么。如果他凭他自己要行这个神迹的话，他是不可能的。哦，所以不是他自己的，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，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。” 所以这个神迹是谁做的，也是天赋的，也是他的，啊、哦，可见，嗯、呃，就让我们可以看出来说，呃，这个神迹哈、哦，是天赋的事，也是他的事，因为大家都做事嘛，天赋做的事他也做事，所以你看他接下来哈、哦，第一给我们看到一个啊、呃、解答就说，是九节上半节嘛，哦，啊，你看见父所做的。 子才能做。你看见父所做的，子才能做。我们看见谁做？子做的，是，因为子不能做，他没有看见父，所以等于说，你看见的耶稣所做的，你就看见父。因为大家没有看到父嘛，他们只看到子，看到耶稣本身。OK，十九节下半的就在加强解释说，你看哦。 父所做的是，子也照样做。比如说，那个神机是父要做的事，我也做了。你没有看到？你看到了，哦。所以你看到了子所做的这个神机，这也是天赋所做的事，哦。因为主耶稣说嘛，凭他自己他是不做不得、做不了的，哦。所以这有天赋的旨意，所以他跟天赋是合而为一的，啊、哦。那第三点呢？ 我们看二十节，呃，父爱子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指给他看，还要将比这更大的事指给他看，叫你们吸气。好，二十节上半节，父爱子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指给他看了啊、哦。如果上半节的那个神机都是耶稣做的，也是天父做的，大家都看得到。耶稣就借这个机会跟他们说呢。 还有一件事是你们还没有看到的，也是天赋要做的，也是只要做的。所以二师姐说，还要将比这更大的事要指给，来指给他看，叫你们吸取。我直接说在做预告了，就是说还有两件更大的事要交给他啊，哦，就是要交给他的后有更大的事。那这更大的事是什么呢？来。 我们就看二十一节，二十一节说什么呢？使人复活的事，那是父要交给子做的、哦，那是第一个。二十一节，父怎么样叫使人起来，使他们活着？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，那是第一个。哦，所以二十节，哦，天父要将比这更大的事指给他看。 哦，是什么事呢？第一个二十一节说的就是那些死人复活的事，人死了但是能够复活。哦，这个这个复活是什么复活呢？等一下我们要再解释了哈。哦，好，第二个呢，二十二节父不审判什么人，来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。所以第二第二件呢、啊，更大的是什么呢？审判的事啊、哦，要交给子。 所以有两件更大的事哦，我们就看到这里就好哦，我们先，因为等一下接下来的二十五节哈、哦、会解释，啊会解释这个两个更大的事啊。所以二十一节是死了的人要从呃要复活了啊，要死人要复活。二十二节的是第二件审判的事，所以两件事更大的是要交给主耶稣的，这也是天父要做的事哦。 但是他交给了子做，所以我们就可以说主耶稣要做的事，啊就是这样。但是他的工作是什么？是天赋的事。哦，好了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要做解释。那第二第二个大点哦，那为什么天赋要将这个两件更大的事交给子呢？为什么他要交给主耶稣？好。 啊，我们要从这个部分里面再来去了解之前啊，我们来看这个马太的第十一章，马太福音看十一章二十七节，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七节，二十七节，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，除了父，没有人知道子，除了子。 和子所愿意指示的，没有人知道父。我、哦、这个平凡人，你不能够知道天父，也不能够知道子。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说的，他跟父的那一个那一个关系啊，哦，那个互动啊、哦，你看嘛，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。啊、哦，只说他已经交，除了父以外，没有人知道子，也没有人知道父。 所以，如果要知道父要怎么样，要经过子，你要经过主耶稣基督才会了解啊天赋的事情。因为这个道成肉身来的耶稣基督已经在世上，啊，跟门徒在一起，啊，可以透过主耶稣才能够了解啊这个天赋的事情。好，那为什么呃要把这个两件两件事使人复活的事？ 还有审判的事要交给子呢。好，那接下来有五个答案哈，五个原因。这个是从约翰福音书里面看得到的。第一个，我们回到约翰福音书五章二十二节。五章二十二节，父不审判什么人，来将审判的事交于全交于子。所以，审判的事要交给子，还要交给全交哈。 所以审判的是是托付了的全交。啊，第二个原因呢？我们看二十七节，二十七节，并且因为他是人子，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。因为什么？他是人子。啊、哦。主耶稣就是道成肉身来的，成为人的样式。他曾曾经成为人。啊、哦。 跟我们一样，啊，所以他没有犯罪，他也不能犯罪，啊，所以他可以审判人，啊，最重一个最重要的重点是什么呢？他成为人的以后，人子哈曾经死了买账，死里复活，这是一般人都不会有的。那意思是什么呢？从死里复活，他是胜过了。 罪恶，或者说他是就是没有罪恶的，所以他有权柄审判啊、哦。如果主耶稣死了，他不会复活，不会啊、呃、活过来升天，那等于他不能做我们审判主，因为他有罪啊啊。但是主耶稣本身呢，他曾经说过，他会受死买账，三天他会复活，那他就是。 掌管死死权的那一位主，因为他没有罪，他就可以审判别人啊，他就可以审判啊。我们看这个《使徒行传》十七章，《使徒行传》看十七章，十三节。十七章，我们看，呃，十七章，我们来看这个。 三十一节哈，三十一节，啊，大家那个资料有要改的，不是十三节，三十一调回来啊，三十一节，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，要借着他所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，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，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，啊，你怎么凭什么可以知道主耶稣可以审判？ 死里复活，这里说的哦，因为他从死里复活，为什么从死里复活呢？因为死不能够掌权，啊、哦，人为什么会死呢？是因为有罪的关系啊。但是主耶稣能够从死里复活，这个过程里面，表明了他战胜了魔鬼，战胜了罪恶，哦，因为他没有罪，哦，他。 他这样的话，他就给万人做可信的一个凭据，这是可信的一个凭据。他可以做公义审判的主，所以审判的这个大事已经交给了子来去审判。所以主耶稣末日再来的时候，是主耶稣在审判我们哦。好，第三呢，我们再回到约翰福音书五章二十五章二十。 为什么天父会把这两件大事交给子呢？这里说二十节，父爱子，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指给他看，所以是因为爱子的关系哦。父爱子，那比如说是之间的那个互动了哈，有那个爱，所以把它交给他哦，这样啊才能够呃托付，因为主耶稣也说过嘛，父和子他们是原为一的。 那就把它交给他。好，第四呢，我们再看二十三节，五章二十三，叫人多尊敬子，如同尊敬父一样。不尊敬子的，就不尊敬差子来的父。所以你尊敬子，就尊敬父。啊，为什么把这两件更大的事交给子呢？好，叫我们可以尊敬子。啊，因为权柄交给他嘛。 所以要我们去尊敬他。那你尊敬子的话，尊敬主耶稣的话，就是尊敬父一样。那个尊敬的那一个啊，那个我们所拥有的那个尊敬都一样的。你尊敬子，又尊敬父啊。你不尊敬主耶稣的话，你就不尊不尊敬天父啊。所以主耶稣要强调，我与父是合一的哦，他们不是分开的，他们是一个的哦。 啊，我们可以看这个约翰一书的二章。约翰一书第二章二十三节，二章二十三节。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，认子的连父也有了。哦，所以你承认主耶稣，你就承认有父。哦，因为父和子是同等的，是一样的。啊，天父做事，我也做事，主耶稣也在做事了，这个意思。 好，第五个原因呢，是因为子和父有异样的生命。我们来看五章约翰五章二十六，五章二十六，因为父怎么样，在自己的有生命，就赐给他儿子，也照样有自己的生命。天父有自己的生命，子也有自己的生命，所以那个生命啊是一样的，父和子的生命是一样的。哦，啊，为什么呢？ 在约翰一书五章有这样的解释。<coughs> 约翰一书第五章，约翰一书五章，我们看十到十二节。五章十到十二节，信神儿子的就有这见证在他心里；不信神的就有，就是将神当做说谎的，因不信神为他儿子做的见证。十一节。 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，这永生就是在他儿子里面。十二，人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了生命，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。好，所以这个生命是在哪里？主耶稣里面。所以今天我们得找了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新生命，也就是天父的生命。啊，因为子跟父的关系是合一的。啊。 那接下来，因为这些书也诠释了说，有啊更大的事要交给子做啊，所以所谓的刚才就是两件事，也有它的原因，就是这个五个原因了啊，第一个就是审判是全交给子了啊。第二呢，因为他是人子啊，他曾经死了买账，第三天复活了啊啊，凭着这个死里复活的证据，他是有权有。 啊，这个全能来去审判的。第三呢，是因为父爱子的那个过程，啊，神爱世人，将他独生子赐给世人，啊，叫信他的不自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所以救恩必须要借着子，因为父的爱是从子这边来去表现出来的。啊，那第四个原因呢，让我们能够尊敬子，也尊敬父。 啊，第五个原因，父跟子有一样的生命，哦，所以这是为什么他会这样教出来哈。好，啊，现在我们看第二部分，第二部分是二十四五章二十四到三十节，我们来看二十四到三十，二十四节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，不至于定罪。 是已经促使入生了。二十五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时候将到，现在就是了。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，听见的人就要活了。二十六，因为父这样将自己的有生命就赐给他，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。二十七，并且因为他是人子，又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。二十八。 你们不要把这事看着稀奇，时候要到啊，凡在坟墓里的，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。二十九，行善的复活得生，作恶复活定罪。三十，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，我怎么听见就怎么样审判，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，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，只求那猜我来者的意思。好了，进入这个部分的时候，就是。 我们要看到父所做的事，啊，也就是子要做的事了哈。所以刚才我也说到说，说这里的二十四到三十节的这个部分，会在解释哦，那个二十节所说的那个更大的事，那个两件事，啊，使人复活的事，还有审判的事了哈。所以要解释这个两件，所以你看二十四节到二十六节哦，二十四到二十六节。 他会一直重复啊，有一个共同的一个信息。大家看这个表哈，这个证据：永生、促使入生、听见的人就要活了。啊。然后父的生命还有子的生命，所以二十四到二十六节是在说一个生命啊，这个什么属灵的生命啊，一个属灵的生命。啊。所以等一下我们要来去看的就是说，哎。 怎么活过来啊？啊，死人是怎么活的？那个死人是什么死人？啊，有两个解释啊，是什么死人啊？怎么样得永生啊？这个要解释。然后呢，二十七节到三十节这个部分在谈审判，在谈审判。所以，死人复活还有审判啊，都是很大的事。看来好像是两件哦。 但是这两件都是同体的，哦，使人复活这是救死的工作，哦，这个过不这一关不能够通哦，审判就来，哦，所以有那个结局哦，有那个结局，好了，所以我们看哦，父所做的事有两件事嘛，哦，刚才已经提到的两件事，一个是使那个死人复活的事，哦，然后第二个是审判的事，为什么呢？ 因为我们都知道，掌管生命、死跟活，啊，生命都在神的手中。我们来看生命记《生命记》啊，《生命记》的三十二章，《生命记》三十二章的三十九节。三十二章，我们看三十九节，三十九节。 你们如今要知道，我唯有我是神，在我以外并无别神。我使人死，我使人活，我损伤，我也医治，并无人能从我手中救出来。生死都在神的手中，啊！所以现在啊，把这事给了谁？给了子，啊，这是父要做的事，但是他交给了耶稣。 所以主耶稣就是掌管生死的那一位神，啊，其实就是他本身了、啊，因为他有这个权柄啊。那过来呢，神本身有审判的啊那个权柄啊，呃，其实最早我们看到啊，审判的神哈，是从亚伯拉罕开始，啊，亚伯拉罕就大家还记得吗？他接待三个朋友，哎，三个科旅嘛，哈，其中一位是神，有两位是天使。 哦，所以那位神跟他说：“我我现在要把那索多玛城毁掉。”哦，但是，呃，亚伯拉罕很难过，因为索多玛城里面有那个他自己的侄子，那个罗德在里面。哦，所以亚伯拉罕对这位神说什么呢？他看见神是公义审判的，我们来看，啊、呃，《创世纪》，创世纪十八章。 创世纪十八章的二十五节，十八章二十五节，将一人和二人同杀，将一人和二人一样看待，这断不是你所行的。审判全地的主，岂不行公义吗？哦，亚伯兰很勇敢啊，在哪一方面勇敢？他抓着神是公义的哦，神是公义的。 啊，他不会偏待人的。这里说一人跟二人同杀，这不是你要做的，当然不会啊。神要救的是一人，啊、哦，他要他要惩罚的是二人，那是他的公义啊、哦。但是现在母呃，这个亚伯拉罕抓这人说，你不可能毁掉所多玛城，因为他没有说他的儿子、他的侄侄儿这个罗德在那里了。但是神也知道了啊，所以。 他接下来就他就跟跟神要求嘛，如果有五十个呢，然后有四十五个呢，四十呢，三十、二十，最后十啊，最后天使救出来的多少个？四个，四个还要减一个，对不对？是拉出来的，看到吗？这天使把他们拉出来的，神公艺吗？公艺啊！ 但是是为了什么？是亚伯拉罕的祷告罢了，哦。当然，罗德啊，在所多玛也好不了哪里，啊。但是因为经过神说那个亚伯拉罕的这样的祈求，神要表明他的公义，他也把他拿出来，给他机会，哦，啊。但是可惜，可惜的是罗德和两个女儿最后啊、哦，也也患了淫乱了哈、哦，也不对的是，好、哦。但是神是公义审判的。 啊，就我们抓住这一点，好，这样看来的话，这个两件事哈，使、啊、人复活还有审判的事，啊，我们就回到刚才的那个，啊，约翰福音书五章嘛的二十四到二十六节，其实是指着什么呢？我们来看，我们看他的解释啊，呃，约翰福音书五章二十四，二十四。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那听我话又信猜我来者的就有永生，不至于定罪，是已经促死入生了。谁？听，哦，听我的话，相信猜我来者的，相信天父，所以信，听，哦，所以听到主耶稣的话，也相信的。 这是怎么样使人复活的事就要发生，所以这里的复活呢，其实是什么呢？我们看二十五节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死后将到，现在就是了。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，听见了就要活了。所以这里的活了是什么呢？使这里的死人听见神儿子的声音，听见了就活了。 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是听到福音，相信的受洗的得救，啊，是这个意思。啊啊，然后呢，啊，在二十七节的，因为他是人子，就赐给他审判的权柄，所以审判的那一个权柄最后是在哪里？人子主耶稣的那一个手中，哈，啊，所以。 你看，二十八节到三十节就是那个结果哦。我们可以看到那个结果。好，这是两件事要做的。那这样的话，呃，看来哈、哦，这个使人复活呢，啊、呃，还有人子有有审判的那个权柄，这这回事呢，有两个时候，所以变成有两个时候。啊、呃，因为刚才我在提到的是说，是听到福音、相信受洗的活过来。 那是第一个，啊，但是以后呢，还有一个复活啊。我们看，啊、呃，两个复活的时候，大家注意啊、哦，两个复活的时候，所以二十五节到二十六节是哪一种复活呢？听信者的活过来的复活，啊、哦，听到福音了，相信的受洗的那个时候活过来。 原来我们是死人，还没有信主的人是死的。这个死怎么死呢？亚当里面的死，啊，灵性的死啊。那听到福音以后要相信的受洗就活过来，那是第一个。那二十八节的那一个复活呢？你看哦，你们不要把这事看着稀奇，死后要到，这是另外一个时候啊。什么时候？坟墓,墓里的。 那在坟墓里是死了的人，肉体死的就埋葬，啊、哦，但是怎样？死后将到，他又从坟墓里出来，这是什么？尸体的复活，啊、哦，这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所说的那一个复活，成为灵性的身体，灵性复活的那身体，跟主耶稣那个复活一样一样的，那这样的话就有结局了。 二十九呢，行善的复活得生，作恶的复活定罪，啊，所以这里有两个死后的活了啊。你看，二十五节死后将到，现在就是啊，现在就是了。现在很多还没有信耶稣的死人哈，他们听见了主耶稣的声音，主耶稣的福音，相信了受洗，他们就复活。所谓的复活是在哪里？洗礼的时候活过来。 这是主耶稣在做预告嘛？哦，第二种的时候呢，就是二十八节的肉体死了，但是要从死里复活。啊、哦，主耶稣已经来了，那是审判的那一天啊、哦，就是行善作恶的分别出来。好，那接下来哈、哦，我给大家看一个图表，大概会比较容易理解啊、哦。我们来看这个死还有复活啊、哦，哪一种死，哪一种复活了？啊、哦，啊、呃，因为为什么呢？ 因为刚才我们有看到，就是说二十五节没有，二十五节，死后将到现在就是了。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，死人怎么会听见神儿子的声音？哦，那怎么听见了叫活来，活过来？那是指着什么呢？是指着在亚当里面的那一种人啊，还没有接受福音的人，那是死人呐，啊，什么死呢？我们来看这个表哈，一个字线哈。 这个是一个自线，这是我们的生命的旅程，生命的旅程。我们出生以后都在亚当里的，OK 哈，我们都是亚当里的人啊。所以，呃，《罗马书》五章十二节就说嘛哈，呃，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嘛哈，罪，呃，死又是从一个人来的啊。我们众人都要死了，因为是每个每个世人都犯了罪，对不对？ 所以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在亚当里面，哦，所以大卫说哈，只要在怀胎里面，你就有罪，哦，你在胎中就有了罪，因为你是从亚当里面出来的，你是属亚当的，除非你是另外一条线，不是亚当的，不可能啊，我们大家都是亚当的，啊，所以在亚当里面，我们都是都会死。哦，你看，我们肉体会活着，我们活着。 你生下来的时候，这个肉体会活着，这个活着，但是有一天呢，这个肉体会死，会不会死？会死。信主不信主，什么人的好都会死，为什么呢？那个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说：“按照定命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却有审判。”哦，这是这是一个规定来定命来的，哦，所以我们从亚当里面出生以后，我们已经是定命的。 要面对死亡，为什么呢？罪的公价是死，要证明有罪，所以肉体会面对死亡，这是地种的死了，啊、哦，我们大家都有的，不信主的人也会有的，啊、哦，这是定命。要表明什么呢？罪曾经在世上，啊、哦，我们都会面对。好了，那个这个以后呢？呃，在亚当里面的那，比如说什么呢？ 灵性的死，所以我所以主耶稣称我们叫死人呐、啊，死人要听见这个声音啊，因为什么呢？我们的灵性经死了。我们来看罗马书，罗马书五章，罗马书五章的十五节，五章十五节，只是过犯不如恩赐，若因一人的过犯，众人都死了。 何况神的恩典以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，更不更岂不更加倍的临到众人吗？啊、哦，所以这里有两个人嘛，哈，一个是亚当，一个是耶稣基督。哦，其实在提到说过犯不如恩赐，是若这一人的过犯是谁？亚当啊，啊，因为这个人犯罪了过犯，众人都死了。啊、哦，所以大家在众人。 呀，亚当里面的都死了，什么死呢？灵性的死。所谓的灵性的死，就是与神割绝啊！啊，与神割绝。哦，我们可以看这个哥罗西书。哥罗西书的第一章二十一节。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一节，你们从前与神割绝。 因为因这恶行，心里以他为底，恶行啊、哦，让我们与神割绝，没有跟神没有生命的来往了，没有关系了，没有关系了。所以主耶稣来，让我们把这个关系弄好啊，啊、哦！所以自从亚当犯罪了以后，人跟神的关系已经断绝了。所以这个断绝以后呢，就是因为是恶行那个罪，所以我们。 面对什么灵性的死啊，跟神没有关系了。好，那这个关系要回来的话，怎么样？在基督里，一定要在耶稣基督里面。所以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话，我们要怎么样？要面对头一次的复活，因为灵性的死嘛，一定要有复活。在亚当里，众人都死了；在耶稣基督里面，大家都要复活，都要活过来。 那这个头一次的复活是指着什么呢？受洗啊！啊，你相你听见福音，你相信了受洗就复活，啊，所以就等于约翰第五章所说的嘛。啊，约翰五章的二十四、二十五节，刚才我提到的，听见了子的声音，哦，相信了接受，我们就活了。他使我们活着，啊，使我们活着。 更明确的是，借着什么呢？罗马书六章三到十一节，洗礼，洗礼重生呐、啊，啊、哦，这个很重要。借着洗礼，让我们能活过来。我们常说嘛，啊、哦，在罗马书六章的是我们受洗的时候，要与耶稣同死、同埋葬、同复活，有没有？啊、哦，同时就是低下头来，同埋葬，全身入以与耶稣活过来复活，就是从水里上来，所以。 那一刹那，从水里上来以后，我们是活过来，是什么活过来？灵性的复活，跟主耶稣活过来，坐在天上，我们是属于天上的人，好，好，那、呃、按照呃罗马书八章二节十到十一节这个部分哦，大家自己看可,可以看哦，我这个证据我给你们的、呃，靠着圣灵。 因为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一样的活过来，啊，因为这个灵曾经叫耶稣基督复活，同样的这个灵呢，在我们里面赏赐属灵的生命，啊，故此哈，我们，呃，在耶稣基督里面，除了听了道理，相信一定要受洗，所以第一个步骤是听信福音，就是。 约翰福音书五章二十四、二十五节的，你要听到福音，啊，相信，然后呢，罗马书六章的时候，你要受洗，受洗活过来，啊，然后在罗马书里面要提醒我们的怎样，求到圣灵更新，啊，靠着这个圣灵给我们活过来的这活下来的这个生命，啊，所以这保持我们灵性的这个复活，啊，灵性的这个活过。 活着的这个新生命嘛，丰盛的生命，但是啊、哦，会不会死？我们肉体会不会死？还是会死，就是底下那一个，肉体会死哈、哦。你看，有一天我们还是会死的，不管你是长老、传道、执事都好了哈、哦，都会死的，有一天会死。的，记得这个，不要以为我们是长命百岁的，哦，有一天会死，肉体有一天死，不怕，为什么呢？ 因为我们的灵性已经复活的，跟主耶稣在一起的，在耶稣基督里面。好了，那死了买账怎么样？那等耶稣来嘛，啊、哦，等耶稣来。所以，约翰五章二十九节，主耶稣来了，审判嘛那天来了，哦，行善的复活得生，行恶的作恶的复活定罪，定下来了，就是这样，审判就是。 一个是得生，一个是定罪。得生那是得永生呐、啊，得到永生。啊，定罪就是被丢到这个地狱里面啊，所以复活定罪丢到哪里去？丢到那个火狐里。啊，所以圣经说什么呢？那是第二次的死。第二次的死。啊。为什么会第二次的死呢？ 那有第二次的死，第一次的死在哪里？第一次的死是灵性的死，那是死了的啊、哦，灵性的死。所以，我们曾经第一次死的，但是因为借着主耶稣的头一次，我们相信我们受洗，所以面对了头一次的复活，啊，得了这个新生命，啊，但是不要再犯罪哦，你再犯罪的话，你的灵性会死回去。 那在死的话，灵性时你还要面对第二次的死，更严重，哦。所以按照那个启示录，我们来看启示录二十章，启示录二十章，看第五节，二十章五节，这是头一次的复活，其余的人死人还没有复活，这等到那一千年晚了。 所以第五节的头一次的复活，就是那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受洗的那一些人，那是头一次的复活啊，因为灵性已经死了嘛，但是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就复活了，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啊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你再看呃第六节，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，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，所以第二次的死是被定罪的。 去哪里呢？如果按照二十一章的八节，就是那些胆怯的、不幸的、可憎的、杀人的、淫乱的、哦、呃，行邪术的、拜偶像的、去说谎话的，他们的份就在烧热的硫磺火湖里，这是第二次的死，所以那是第二次的死。好、哦，所以呃，那些还没有信主的，蛮可怜的哈。哦 灵性死了，又没有信主，又没有活过来，还要面对第二次的死，啊、哦！但是你不要以为说你之前的你在亚当里面灵灵性的死，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受洗了，那你受洗后你再犯死罪，你再回到灵性的那个死，你还要怎么样？你要面对第二次的死，这是审判的，哦，那是审判的。所以主耶稣来审判的时候复活得生。 复活定罪，那是要看你吗？你是行恶的，还是行善的？啊、哦，来去做决定。好，好了，这是呃今晚哈、哦，我们从这个约翰福音书呃第五章里面哈、哦、这个呃这个部分啊、呃，我们来去查考的。好，那在下个星期哈、哦，在下个星期我们是要看五章的三十一到四十七节。 啊，主耶稣再说，我有我有很多见证的呢、啊，啊，你说我对不对，真不真？我还有见证，所以三十一到四十七节是主耶稣要说的五个见证啊，来表明他啊，他是他的真实啊。好了，这是今晚我们大家一起来学习的啊，愿主耶稣啊祝福大家。我们呃在结束之前，我们再一起做祷告啊，来去感谢求主帮助，同心祷告。